东西，我的巧克力牛奶你也要抢，我的玩具你也要抢，六床前机舱你也要抢，连爸爸妈妈都被你抢走了，你知不知道你真的很烦啊，你不要再来烦我了好不好，我最讨厌最讨厌我最讨厌就是你了，你永远永远都不要出现在我面前了。你很奇怪，计划不像，到处很旧问题啊，你才有问题嘞。至少学校也要拿扇子啊，他不拿扇子也是土留下。不管拿扇子比较想搬家。哎，你不要动我的话啦！不要来了啦，谁怕谁啊？大家好，我叫林建轩，今年17岁，我从国小3-4年级就已经开始拍戏。也发现自己对戏剧非常的有兴趣，希望能借由这个课程让自己对表演有更大的突破还有进步。那因为我近期拍摄的一些作品都还没有上映，所以不能收录在影片里。以上的影片是我从以前的作品里